助大家有一个比较清醒的状态。我们特地准备了一些非常有趣的项目，都和保健美容相关。虽然一时酸爽，但是对身体健康是有好处的。美容清醒服不服？八个人坐在一张桌子前抽牌，很多张都是空，只有一张是有夜之精灵图案的。谁抽到这张牌，谁就会接受让他清醒的项目，然后谁抽到的越多，那这个人其实就这一环节的获胜者。因为夜已经深了，我们还有一些客人就在大厅里面休息，所以大家进去之后呢，尽量低声说话。哦，还有我的名字。哎，雅文今天还说呢，我们要有一些生活。来，你说的生活来了。来了来了，今天的生活太多了。今天来到了找糖纸，一定要敷一片麦吉丽生物质石墨烯面膜，它柔软服帖又透气，还可以给皮肤补充营养，最重要的是可以吸附彩妆残留，多么适合我的小脸，紧紧的贴合，尤其在东北这种地方空气很干，一定要多敷面膜啊，舒服。现在要开始小声说话了，小声说话，嘘，小声小声。我真有人，你小声点。真的有人啊？有人。来，凯哥，咱俩一块登场。你俩先上，两个黑人开路。这都睡了，睡着了。我弟弟睡得好香啊，不能笑啊。这么安静吗？需要这么安静吗？哎，我们喊个口号，奔跑吧，做个操。好，来来来，奔跑吧，做个操，做个操，来来来，奔跑吧，做个操，做个操，做个操。我还不能笑，做吧。来，哎呦喂，第一个，啊？鞋拔子，鞋拔子，鞋拔子。鞋我都没用过鞋拔子，什么材质的？抽牌，抽牌，抽牌，抽吧。有可能，就是一二三一起亮，二三，三。先把额头露出来，等会儿就露额头，就这儿就行。鞋拔子呢？哇！我的，这是鞋拔子呀！这也太长了吧！先弹弹桌子，弹弹桌子。再见，我先走了，我先走了，不玩了。哎，导演，导演，他不录了，他不录了，把他抓回来。我在这么玩的啊！回来回来，等会儿回来，这太狠了，这个。嘘，小点声，小点声。正凯，你躺这儿吧，你吃人体寿司啊？还躺这儿？这么抽有仪式感，躺着。反正下面有看门啊。还玩上了是不是？你们还玩上了是不是？就你试的那个力度就行，别认真。来吧，那就来吧，来吧，啊，来吧，啊。但是哥，你是赢了。赢了，对呀，赢了，这是光荣，这是光荣，这是荣誉。你不是想要那个小贴纸吗？小黄金，小黄金，为了小黄金，小黄金来吧，小黄金来吧，为了小黄金。哎，用摁着他手脚，我这抓着点，他会弹起来。这样，他会弹，这样按着。你说，我试一下这个力度啊，轻点儿。你不能叫，你扰民呢。我觉得他不能叫，你捂住他的嘴，轻点。轻点。使劲儿，使劲儿！你要不要拿个什么东西咬在嘴里？我也觉得是。好，哥们，别动！这个，好，哎，别动，别动，这个，别动，咬住啊 ！OK，来吧，小黄金，小黄金啊！好痛啊，好疼啊，好疼啊！真的假的？你啊 ！Oh my！
事没事没事没事完了，李晨，你完了，你完了。哦，真的好痛啊！第一个项目就这么吓人，玩真的是不是？真的很疼，真的。这个特写，语气，哇塞，真的好重。说。足底按摩，哎，谁给谁啊？专业的人。哇，这个好啊！我要抽。好，来，抽，这得好好抽了。白头，足底按摩多好。怒了。三二一。小黄金，在向你造熟啊！我是得罪谁了吗？你要欢迎光临。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。欢迎光临。那个，哎呦，我们按着点，你们干什么？师傅那么狠的吗？郑恺的脸露出来。郑恺的脸，他还需要脸吗？这没事。我把他的脸掰着看。脏。没事。我把他的脸掰着看。脏。哟。轻点。董事长，这是你平时按的力度吗？你有没有被客户打过？没有。你应该知道按哪儿虚哪儿亏什么的，你跟我们讲解一下。你先聊一下肾，看看他尖叫大不大。哪儿是肾？就这儿啊？你怎么有眼泪呢？使劲儿，就是是不是？就是是不是？哈哈哈哈！哦，真的太痛了！完事了，拜拜，再按一会儿呗。我天哪，腿上都出汗了。我看到他用的是木棍儿。啊！郑恺，小黄金在向你造头。小黄金拼了我，小黄金脚上全是汗。我今天晚上一晚上不想抽到这个牌。我也不想要。哥，你又赢啊！我这。一共几轮？哎，还啥？这也能上？哇，这个疼啊！这个超疼，就跟扇嘴巴那个。哇，这个还是算了吧。别住，给你，这张就给我吗？那你来，你换，拿这俩。千万别摸他们，不敢拿凯哥碰过的牌。你拿这张啊？我拿这张。好。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？上次也是这种，也是这么发生的。你们看一下刮痧的师傅。哎呀，真是！又是你。你想郑恺了？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哇！十倍混合光变 ，reno 系列 OPPO 全新拍照手机，邀您马上回来。本节目由美味不可挡的安慕希独家冠名。本节目由十倍混合光变远近都清晰的 reno 系列 OPPO 全新拍照手机特约，奔跑吧指定护肤品麦吉丽，麦吉丽尽享素颜之美。
奔跑吧 T77 全息智控 SUV 奔腾 T77 锋锐来袭。哎，还上来来来来，一二三，绝了，真的绝了。我就说不碰他碰过的牌吧。我们没做手脚哈，真没做手脚，没做手脚，纯天然，纯天然的。你看垫子都没撤。怎么哪儿，胸脯还是背？刷脸吧，刮脸。大哥，你项目挺齐全啊，你还有啥项目？一会儿就行了。哦，这个我拍过啊，橘子给我拍过，都会变轻，变轻啊。对对。哎，哇塞，这怎么抄家伙呢？你拍，怎么抄家伙呢？你拍，不是用手拍吗？这上面怎么还有钢珠呢？轻点儿。怎么都是这种酷型啊？我这还行吧，看着都看着不疼啊。哎呦，用晨哥的力度，这不疼，一看就不疼。不行了，啊，不行，真的不行，有那么疼吗？哦啊，师傅，我先问一下，这有什么好处？下火，活血，这个主要对心脏的好处特别大。我心脏。